的甲状腺，甲状腺是现代人的名称。过去呢，我们有个名称叫阴瘤，哦，就是这个甲状腺。那它引起的症状，心悸、潮热、手抖，没事就冒冷汗，好，盗汗，那这个眼睛会凸出来。哦，诸如此类的。好，当然这边可以看到两个很大，甲状腺很大。那过去在发生在内地很多，因为内地离沿海这边很远，所以缺乏碘嘛，哈，那个我们叫大脖子，那脖子很大，哦，那夏天的时候就把两个筷子给它撑起来，下面扇，那个很热嘛，流汗，大脖子，好，云贵高原一带很多人有这种问题。我们用针灸治，当然我们有处方很多很好。好，平常病人可以多吃海带啊、海藻，最好原取穴，最好的穴道是少海，啊，少海穴，这是阴流，那进取穴，像人迎，啊，喉咙旁边，少海，列缺。这都是很好的穴道，天突，天突，这是一般我们治症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穴道。后面的向强，脖子的强硬，诸位，你如果没有向强，你没有这个问题，你不知道向强的痛苦。那脖子难过的时候酸痛，拿起来很难过，那坐立难安。好，那原取穴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是后溪，好，升脉，这个效果就已经很好了。如果后溪升脉没好，我们进取。进取穴的时候，天柱，膀胱经的天柱穴，天柱还有大舒，这两个穴道，都是治疗向强的。天印穴、风池、胆经的风池穴，督脉的风府穴，这都是进取穴。当然呢，你可以上活罐，如果在项目，你可以拔活罐，让它这个松开来都可以。这都是我们的主要的治针。那下针，灸都可以。当然后溪是这个后溪不好灸啦，深脉都可以灸。这个下去，它一定会好的，不会不好，那就是针刺的手法，头颈项以下，我们一个内脏开始介绍。首先，我们面临到的呢，就是肺。走到内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分虚实。在中医的观念里面，这个肺呢，主皮毛，主鼻子，所以皮肤毛孔的问题、鼻子的问题，我们都要在肺上面下手。那虚症显现出来的呢，病人气虚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有气无力，变成是很倦怠、无力的症状。无力，面色苍，呼吸非常的短促，呼吸短促。那呢？在肺主呼，就是吐气，吐气是肺脏在管。那肺家的实症呢？热咳，浓痰，面赤，脸上是赤色的，这个。皮干，
非常干裂、干燥，好、哦、渴，好、哦、这个病人呢不渴，好、哦、这个病人会口渴、燥渴，那这个质症上面呢稍微有点不一样，虚症的时候太渊，哦，我们虚则补其母，太渊穴。哦，那肺腧，哦，中府。那这个肺腧呢，还有中府呢，是无所谓虚实，通通可以用的，因为它是所谓的云母治疗，哦，云母治疗法。那虚症我们叫补气，所以我们是一定是强土来补气，好，强土来补气。肺有病的时候要尽快的去治，很多人不了解肺的重要啊，咳嗽嘛没什么，他不了解中医观念里面呢，认为呢肺的上水的上源，水的上源就是讲这个水库里面的水，这个水库里面的水是你要调节用的，水不够了放水出来，水太够了它保存储存水，所以这个肺的功能很重要。一般人忽略到肺的功能，以后你会面临到鼓胀啊，肚子鼓胀、水肿啊，很多问题源头最早追究到最早的原因，那、啊、就是肺有一点点问题而已。啊，最直的最根的原因就是这样的。啊，那我们强土补气的时候，像足三里，啊，这个足三里啊，中脘。啊、哦，中脘穴，那膻中穴，九九膻中啊，啊、哦，气会膻中，啊、哦，等等，那我们可以灸这个脾腧，哦，这是补土嘛，啊，都是补土。那老师啊，你不是讲脏会脏门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怎么会不可以啊、哦？这脏门穴。当你看到这个，你回头再看书上，好，肺家的质症就穴了，就出来了。如果肺家的实症，肺腧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取它的子穴、尺泽，哦，同时呢，我们可以下针，哦，膻中。这个膻中穴如果是针的时候，下针的时候，大部分是热咳，肺气虚的时候，我们膻中大部分用灸的，哦，灸它膻中。但灸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过去这个穴道我们不灸，是因为它汗多哦，那容易烧坏皮肤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灸可以，你要记得不要把它，不要等那个艾绒烧完再拿起来，艾绒就温热就拿掉了，不要让它起水泡，因为不容易恢复。好，那下针啊、哦，那我们这个血水，好像肾腧，哦，它的是它的子嘛，哈、哦，哦，这个荆门，好、哦，荆门穴。染骨穴，这个染骨都可以。我们有一种治症的手法，叫做子孙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叫做祖孙啊、哦、治疗法。好、哦，为什么叫做祖孙治疗法？这个木生火，这个是母亲，这是儿子，子再生这个，这就是孙子，对不对？这是孙。好，现在呢，如果是胆经的实症，肝经的实症，可是我们有某些原因产生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小肠经、在心经上面治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针到土经上脾胃的子穴去，这叫做祖孙治疗。可以一路卸下来啊，主升治疗。同样的，如果是这个土脾胃的虚症，我们本来用火来补它，可是有一些原因产生，可能没有找不到穴道，好，或者是不能砸这个穴道，我们可以用母去补它，就是主升治疗。好，主升治疗。那胸腔呢，
容易有外内伤。如果肺要受伤，肺脏受了撞击，大量的撞击，好，我们下身的手法呢，一般呢是靠肩颈，啊，足三里，这是活血化瘀。活血化瘀，那呢肺本身呢，藏的是魄之所，好，魄之所在。我们在治症边见的时候，在发病的时候。发癫痫的时候，正在发的时候，我们下针灸尾、人中、涌泉，啊、哦，就是在发病的时候，病人在抖，好，那嘴巴里面你可以拿个东西给它放进去，一个那个木头啊，软木，不要太硬的哈、哦，比牙齿咬断掉。啊，软木啦，软的或者是那个毛巾，给它厚一点的毛巾给它咬住，啊，不要咬到自己舌头。这是发病的时候下针。那没有发病的时候，哦，就我们可以用灸。这我就学过了。骤发的时候就生脉，对不对？夜发的时候我们就灸什么照海。癫痫的治症呢，我们除了这三个穴道以外，百会、哦、百会、中府后面肺腧外开的破户、哦、这个我们的神庭神经穴，啊、哦，加上这些灸尾、人中、涌泉、劳宫穴，啊、哦，这些神门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心包经、心经的神门穴。那癫痫我们在治疗的时候，下针灸就是这两个地方。那在治疗中间，你不断的去查癫痫的反应。等到那个三角的犄角的三角的那个血管在眼上方或眼下方慢慢离开，代表你在正确的路上面，啊、哦，正确的路上面。那平常每天灸这两个，如果白天它不定时的发，照海、生脉都灸。啊、哦，待会 demo 的时候，我在画圈圈在照海上面，脚抓起来画给你看。即使我们不用下照海，也画给你看。啊、哦，要灸错了，灸到照河去了。好、哦，这个，然后这个我没看过，好、哦。那在癫痫的时候，我们治症还有丰隆穴。丰隆穴呢，我们导痰的方式，好，待会也做给各位看。当发癫痫的时候，为什么用灸尾？因为这是痰的源头，正在这个地方。那个发起来，轰隆轰隆，你会听到胸腔里面好像那个雷鸣一样，轰隆，痰还声很大。好，灸尾穴，这是在发病的时候灸。那不发病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治，但这三个穴道是在。正在当时发病的时候，我们用的，好，人中是非常好。不知道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“不知人中穴，不知道如何治癫痫”，这人中是很重要的。啊、哦，涌泉下去，脑筋会清醒过来；痰中下去，痰水会退掉。好、哦，中医认为说痰迷心窍，啊、哦，痰太多了把心窍迷住了，所以发癫痫。好、哦，那我们的。这个伤到脑部，伤到肺脏，都有机会发这种病。那内伤的时候呢，我们砸肩颈足三里。内伤就是外面看不到伤口，哦，撞了里面很痛。肩颈下针以后下足三里，可以把淤血往下倒。下完针发，第二天你上在下完针之后上了大号，里面就是黑的血。哦，所以我们很多活血化瘀的药或活血化瘀的针灸的刺法。吃完以后大便会排得黑的，就是淤血排出去，
哦。那淤血排掉，如果五脏气还是很乱，我说五脏气乱，就脉很乱，脉乱跳乱跳，病人很紧张很慌，因为一直定不下心来。哦，比如说他受了内伤，被马踢到，从楼上摔下去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脏气乱的时候，我们用天柱，啊，大苏，那这两个穴道合用的时候，哈，就是平脏，平五脏，啊，气乱的，五脏气乱的时候，脉乱跳，你摸到脉乱跳，病人在很慌，定不下心来，哈，我们用天柱大苏可以平他的脏气，啊，所以天柱大苏平五脏气乱，肩俞啊，不，肩颈、足三里。活血化瘀或胸腔里面的淤血啊，都是用这个，我们都是用啊一般的针刺的手法。好，当如果你遇到这个病人呢，肺癌，那西医啊、肺腺癌啊，很多定义都无所谓。早期的时候，按照中医的观念。在辨证上看的时候，好，咳，清白，泡沫，痰，咳出来的痰呢，好，是清白色的泡沫样的痰，好，那个时候呢，噗，吐在地上，一白白的一堆有泡沫。过下砰，哇，变好大，哦，泡会还会胀起来。中医认为肺痈，哦，里面化脓了。那我们摸到的，当然脉一定是很素的脉，里面化脓了嘛。哦，针灸，特别是当然有帮助，中药当然很好，中针灸一样。我们下针的时候，不管它是什么样子，这个中府云门。哦，我们平常我一直在讲，我们扎中府的话，直接透到什么云门去哈，哦，就是云目治疗。好，哦，基本上我们会去治疗他的脾疏。遇到任何的重病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强他的什么胃气。只要胃气不绝，这个病人就不会死。啊，中脘，好，哦，足三里，好，哦，那止痛的时候，肺经的心穴，孔最，止痛有没有痛很痛？我们肺经的心穴孔最，好，哦，那由于理论上面，我们知道，女人会得肺癌，因为奶水，好，哦，月经呢下去的时候没有完全下去，那在或者在喂母乳的期间忧，好，哦。担忧，好，先生在外面怎么样，或者担忧，或者家里面出了什么意外，哦，都怕小孩子养不起，或者经济上的烦恼，忧能伤肺。这个时候奶水没有办法完全下达到子宫里面，又会流连在肺里面，奶水逆流，所以吐出来的这个清白泡沫，它根本就是奶水，哦，奶水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啊，好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月经调顺。好，女人调月经的。大穴是地基，三阴交地基，啊，地基，啊，三阴交，啊，三阴交，啊，那我们咳嗽呢？好，咳嗽，我们还有公孙，啊，内关，啊，都可以治疗，啊，都可以治疗这个咳嗽。那如果病人咳很久，一样啊，隔姜灸他的隔蒜灸他的舌头，对不对？或者隔蒜灸他的背的肺腧，为什么要蒜？蒜是白色的，辛辣的。那你在艾绒再放上去灸的时候，这个蒜味就直接灸到肺，跑到肺里面去。所以隔姜跟隔蒜在治疗肺的时候定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肺俞上灸的时候，我们用。隔蒜灸，舌头上灸要去治咳，用隔蒜灸的效果远比隔姜灸来的好。哦，那你当然不希望你的精子有大蒜的味道，你就隔姜灸你的关元。
对吧？好，那大孙子不是跑那边去了？好，就在废书上面就，好，当我们每列一个脏腑出来的时候，有很多的组织，比如说肺肠破，肺主皮毛，意思就告诉你，你说皮肤毛孔上的病变也可以，毛孔皮肤的改变，好，这个比如说你治疗一个肺病，它呢，这个皮肤啊，原来皮肤很粗糙，现在皮肤变得很好，啊，我吃了你药或者针灸以后，我皮肤变得很好，这就是你在对的路上，就代表肺一直在恢复中间。所以很多的症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比如说肺管3点到5点钟凌晨饮食嘛，啊，本来我是饮食不能睡，现在饮食可以睡，这些所有的零星点滴的症状汇集在一起，就是告诉你肺在康复中间，对不对？很明确的告诉你了，啊，那我们有一种叫做肺痨，痨症，啊，这痨症的人呢？当然因为操劳，过去发生的在这个很多这个苦力和劳力这个做工的人身上。那这个肺痨呢，还有的人呢感染到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到肺里面去。劳症出现的时候，病人呢很好玩，他再怎么动，他动一下他也是累，好，一睡觉睡得也不容易醒过来，醒过来还是累，睡了12个小时起来还是累，但是做下事情又累，劳症人的脉动呢大，脉非常大。这个脉除了血脉很大以后，血管也变得很大。那我们很有名的，啊，灸劳的法，灸劳呢，我们叫四花灸。四花灸在背后呢，就是个肺腧。还有膏肓，好，膏肓呢背后是这样子，好，我们在肺腧2点，动脉在这边，这是1寸半嘛，好，然后三寸的四椎下五分的地方，膏肓两个膏肓穴，这两是膏肓，这是肺腧，所以这4个点在灸。称为四花灸，治痨症，包括现在的肺结核、TB 都在内，都可以用痨灸。那病人发黄、瘦瘦的、干干的，眼睛也黄的，皮肤也黄的，但是他这个又不是肝病、黄疸，啊，就是发黄这种痨症，啊，痨症，啊，都可以用四花灸。那灸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去灸膏肓穴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灸内脏，灸肺腧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灸尤其碰到膏肓，一定灸到肚子里面，听到有咕噜咕噜的水声，代表艾草的力量进去了。在过去我们所有的针医啊，用针来治病的，除了我们在书上说这无所不聊以外，还有的人因为他用得很好，还一直在灸膏肓，我们就用得很好。比如说我姓李，我只会灸膏肓，就泥膏肓，对，好，每天灸。然后他就会讲说，这个膏肓就何止无病不疗，那已经没有病的，那他还是何止无病不疗，可以还加强的这个效果。也就是说，从历代我看到现在历代，没有一个医家不赞誉灸膏肓的哈。那膏肓这个非常好用的，好，那只要久病，只要是久病，一直怎么治不好。你都把它去灸膏肓，啊，那一灸膏肓，有时候100壮、200壮、200壮，那你没办法灸，你就交给他的家人帮他灸，啊，灸这样灸膏肓，好。再来呢，心脏，这个心脏。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心跟肺的关系，这个心脏在这边，肺脏在心脏的上面，这个心脏好像汽车的引擎，这个肺就好像水箱，两个在平衡它的温度，
所以我们人才有常温，正常的体温在这边。好，一旦有肺有积水的时候，水太多了，要赶快把它排掉。你不排掉的话，这个水会把火灭掉，所以心肺衰竭。这个水太多，这个心脏不断的跳是很热，就现在在有个家伙在你的很好的车子引擎上面不断的灌冷水，然后你引擎发动到，是这个意思啊？这冷水应该在水箱里面，现在溢出来，它用水在灌，好，这个心脏会停掉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五行里面呢，这是肺，这是心，我们心和肺呢，就是火和金之间的关系，啊，火和金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两个脏之间非常的平衡，所以我们要把肺的功能调回来，要去顾心脏，心脏的功能要调好，一定要去顾肺，不然的话你把心脏治好了，肺没有弄好，等于汽车已经修好了，但是水箱没有修好，汽车还是过热，引擎还是会过热，不能快跑，好，所以这两个脏同属在上面的地方，我们称之为上焦，好，中间上焦在这边，中间呢，一个隔膜隔道，在这个隔膜以上的清气，那大肠里面的浊呢？大肠里面的燥湿浊气，正常人，哦，人际讲我讲过，就是什么叫做正常人？你要知道，正常人我们大肠里面都会有浊气，好，那么这个浊气呢，正常人只能。浊气只能上升到横膈，所以横膈膜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分清浊，哦，分清浊，把这个清气和浊气分开来，哦，当然功能很多啦，这是一个分清浊的一个动作。好，诸位现在有这个概念了，有个人肺积水，当有水在里面的时候，肺是金啊，不可以有水了，这个水应该下到肾脏去了，这个水下不去，停在肺里面。病人呢坐在那里不能躺下去睡觉，所以我们叫但坐不得卧。这是肺里面有积水，下针背后的膈嘛，背后的膈腧第七椎。至阳穴外开，哦，下针的穴道呢？如果肺积水，我们写在这边，啊，膈腧，啊，正面呢，膻中、鸠尾、乳根穴，这都是这几个是进。取穴，肺会有积水，一定在肺的下方，那水很重啊，沉在下面。正常的清是气，就像蒸汽一样在肺里面，啊，那积水就积在水的下方。这我刚刚讲的这些穴呢，全部在隔膜的旁边，看到没有？都在隔膜的旁边。好，那蒸下去以后，我们把水倒下来，好，给一下这个水沟。我们要开沟，阳谷，小肠经的阳谷、沟谷、后溪、溪，哦，像这种海，好，哦，造海，名字有沟、有谷、有溪、有海，都是可以通利水道的。针灸每个穴道名称都有它的来源，我在介绍治症的时候慢慢以后慢慢告诉你，我们在讲针灸的时候也讲了，这边也还会再讲，这就是我们选择穴道。所以你不能说死板板的说啊，井中输精和啊，榆木治疗，这个穴道取上去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，啊，不过乱取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要排废水用的，这是肺积水，主症是只能坐，不能平躺，一躺下去就咳啊！还有呢，
如果现在是凶热积水，哦，不管你是肺积水还是凶热积水，一般的西方医学就是管子进去把你抽水，抽出来针管进去抽出来，可是抽完以后它水还是会再回来。中医不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把你水退掉不会回来。这个胸的积水都几乎都在灼热，好，灼热，那这种灼热痛非常的痛，当然也有在右热哈，一定任何事情都有例外的哈，啊，右热也痛，啊，右热也痛，那大部分都在灼热。那胸的积水的辨证跟肺积水不太一样，这个肺积水躺坐里面不能躺下去睡，胸的积水呢可以躺下去睡，但是不能躺左边睡，啊，要躺右边，要躺右边比较舒服，一躺左边很痛，积水，啊，因为左边是血在管，右边是气在管，啊，所以右边还可以活动，啊，那遇到这种情形，我们下针在胸肋之间，是阳维、阴维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下外关，啊，灵气，啊，灵气。好，那我们要利水出来，水分，好，水道，好，乳根进取穴，皮质大络，大包穴，这些都可以利水，尤其大包利水，好，大包穴这个你这个胸热，因为正好就痛了大包，啊，极泉下六寸的大包穴，这是我们下针可以通它，啊，那这是排水。当你知道排，知道如何治水，就是心脏来了，啊，心脏会肥大，就是水，就像面包，你该面包泡到水里面变大一样，啊，一定要如何治水。心脏才知道如何治心脏。这个肺脏晚上1点到3点，心脏呢是5:00、11点，啊，到下午1点，5:00心脏这块，在临床上的时候，你会听到病人跟你讲，我的医生告诉我，我有动脉血管堵塞。我的医生告诉我有冠心病，我的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，我的医生告诉我心律不整，我的医生告诉我瓣膜闭锁不全，这很多很多的病名。好，中医不立病名，中医立症。好，立症，症状，胸口呢，心口胸口痛，我们叫心痛。好，痛，那痛呢？有刺痛，哦，有如闷痛，哦，这个胸痛呢，好，哦，刺痛的话，这是淤血，有里面有淤血堵到，闷痛呢，是气阻，好，气机阻到。取舍的穴道就有点不一样了，哦，如果是淤血的时候，我们下针呢巨阙，因为心脏的募穴背后的心穴鱼目治疗，哦，然后呢心藏血，心经的少府穴，神门穴，哦，这个劳宫，哦，尤其都是可以治疗刺痛，胸口的刺痛，天印，好，哦，下针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巨阙，啊，哦，就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。那关元，好，哦，关元穴。那
这个官员呢是小肠经的募穴，心跟小肠表里。任何东西有淤血淤住，我们要去活血化瘀的时候，一般我们都会开，比如说处方或者针灸，我们都开的时候啊，就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，这样子不够，一定要开一些热药配合在里面，或者是我们下针呢，用一些热阳来灸它，或者是下针，关元是很热的穴道。好，关元一下针的时候，这个小肠热度会增加，增加以后会把旁那个大肠里面的水气蒸化更多，这个水气再回到胸腔里面来，会增加它的热度。好，心脏活血化瘀，淤血要去掉，一定要用热。好，任何东西，如果你的这个油锅不好洗，油锅沾到了，对不对？油很多油很黏，好，你光用清洁剂洗不掉，你加热，一加热那个就软化了，就开始活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做妈妈的都知道，一加热热都可以去掉，好，所以能够活血化瘀。如果是闷痛、气堵到的时候，好，像公孙内关，哦，天突，我们要导气法，巨缺，所以巨缺心木木穴，我才不管你是气堵还是淤血，我们通通可以用。好，关元，啊，然后背后的第十椎下，好，第十椎下就第十一椎嘛，哈，第十椎下就下针，好，公孙内关，这几个穴道下去，郁闷的现象就去掉，一定会去掉，啊，那有人平常有的人呢，常常会淤血跟气阻分不清楚，汗急啊，我心脏痛就已经很怕了，然后还会刺痛啊什么东西，一般来说我们都先下针，然后他到时候告诉你，他说我这个痛很奇怪，像刀子刺进去一样。哦，那我们不管他是气阻还是瘀阻，病人进来的时候公孙内关先下去，巨缺关元下针，这个针一下去痛已经去掉了，不管你是淤血还是气阻在里面，好，两个症都会去掉。那我们在治疗心律不整的时候，用的巨阙，不是用关元用的最多，结带脉，脉号是结带，所谓结带就是跳结脉和带脉也不太一样，一跳一停，好，一跳一停，来，这个。哦，正常人呢的标准，正常人呢，在我们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，心脏你跳手脉跳54下，脉跳54下停一下，这个以上都是正常。53下停一下就不正常了，那老师跳2下停一下，你更不正常。啊，我跳1下停一下，你觉得更不正常啊，就越来越坏的意思。好，那你如果治疗他，治疗了以后，哎，老师，我原来是跳2下停一下，现在是跳5下停一下。对了，你再给他治，下次来外边跳10下停一下，然后15下、20下、30下停一下，然后治到54下停一下，就是痊愈了。这是定义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练中医，中医本来就已经很玄了，我们一定要下定义啊。这个定义都是《黄帝内经》来的啊。定义要下得好，这个我们就会知道病情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，好了没有都可以知道。当然了，你处方跟针灸一起吃，如果你能够处方跟针灸一起吃，当场就好了，哦，那个速度很快，当天就好了，他扎了针回到家煮了药吃下去，当天晚上就好了，就那么快啊，好，速度很快的，恢复非常快哈，这样。那如果说病人有心脏，我们心脏和肺会同时治疗，什么时候出现同时治疗？就除了胸闷胸痛以外，短气，呼吸很短，哦，呼不过气来，啊，走几步就停一下。所以我们的公孙内关，胃心胸，胃、心脏、胸就是肺，通通可以治疗。那公孙内关，哎，呼吸呼不过来，你除了治疗心脏闷痛以外，你加肺腧的中府，还有它的募穴，好，这都是很好。太渊，对不对？都是很好的选择的穴道。
所以穴道是相当活动、相当活的哈。当你有剧痛的时候，这个剧痛在正中间，强烈的痛，你公孙连贯下去就好了。哦，我这个痛在这里，你一看病人指导是肾经，对侧的染谷穴或者是涌泉，你要按照经络来用它的子穴或者用它的井穴，井主心下脉。那个针下去的时候，哇，那痛去得很快，因为动脉血管堵塞的时候，有时候在这边，有时候在这边，就不一定，有时候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在脖子这边，啊，老我这个脖子这边还难过哦，阳桥脉，啊、不阴桥脉，我讲错了，阴桥脉，照海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是看看，哦，它是经过胃经，经过小肠经的、啊，好，怎么样？我们再决定。里面呢是动脉，脉跟气跟我们的经脉、血脉跟经脉是并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当你有胸腔有动脉堵塞在这边的时候，看是肾经；如果堵塞在这边的时候，看是什么？胃经嘛，这条经是不是胃经？乳中就是胃经，再过来就心经，对不对？它是胃经。那胃经的话，你下什么？立对，它的井穴，立对穴，井主心下门。啊，我就碰过病人，这边痛得很厉害，那个针一下去在立对上面，他就觉得啊、好舒服，不要拿掉，好舒服。哇，有人在扫地，在里面扫地，哦，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还有一个病人很好玩，他说他来问我，他说很奇怪。我这个中指头哈，现在看到没有啊？然后你摸这个桌面上平平的 啊都没有玻璃，然后这我就指着在平面的这个桌子上，然后一不小心压到一个点，就好像有一个玻璃在里面，刺我手机指头尖一下。那你看看我这个指头有没有毛病？那我就给医生看，医生说要把刀子打开来看里面有没有碎玻璃，用显微镜看。我说不用看了，你心肌有梗塞，心肌梗塞的人都会有这种症状，这是什么？关冲嘛，是心包经上面就是心肌嘛，哦，那我们找关冲就可以了，对侧的关冲，啊，这心脏病才会有这种现象，啊，啊，当你会治心脏病，会治肺的时候，下面呢，在这是内，在这个外面呢，就是乳房啦，那你一定会治乳房。你如果不会治心脏病，乳癌你治不好的。好，乳癌治不好的。因为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是心脏在管这个奶水的走向。好，那你心脏不会治啊，你怎么会治好乳癌呢？好，所以说那你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证明西医没有办法治心脏病？很简单吗？你到医院去看，一大票人，有的人死在心肌梗塞，有的人突发性心脏病，有的人心脏动脉血管剥离啊死掉啊，哦，都是很多人死在心脏病啊，还有人正在检查 EKG 躺在那边的时候死在医生前面，那就告诉你是医学有问题嘛，这医学有问题，我们应该不会死在心脏病，心脏病在中医来说是非常好治的，非常好治，啊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病房住院。当场扎完他就可以当扎完针就可以回家，当天晚上吃完药他开始行房都没有问题，啊，绝对不会说心脏被吓到。那美国发生一个事情，就是太太300多磅快400磅，啊，穿那个丁字裤啊，想表演给他先生看，他先生当场一下心脏病死掉。那在加州发生啊，那遇到这种情形，如果是中医呢，死不掉，怎么会死呢？可是西医的话就会死啊。因为这个病人一定本来就有心脏病，不然他太太一次他当场给他这个新闻登很大，美国，所以登出来就是后来这个女的被警察收押，检察官收押说你蓄意谋杀，那个谋杀你先生，好，哦，那他谋杀的就是穿个丁字裤跑出来，他先生一看当场心脏病发作死掉了，好，那至于是受到惊吓还是太兴奋你不晓得，那无解，因为当那个苦主死掉了，好，哦，那我们在急救心脏病的时候。发作心脏病，那个心脏脉没有了，你只要过去一摸，他胸口还有余温，下关元啊，少妇，这个少妇针心经的本穴一下进去，心脏应该就跳起来，没有跳起来下少妇，啊，不下那个关元，一下去心脏就蹦起来，那个关元穴哈，快到什么程度？那心脏那个脉在跳跳跳跳到快停了，你针一下去，当场那个脉就跳回来了。好，我就治过那个病人，我甚至叫病人怎样？我一摸知道这个脉跳跳停停很不规律，我说叫他太太你站在旁边摸他的脉，你就摸，
啊、哦，你就手票碰，你就碰到他，我这边官员一针下去，他态度哎脉变了，刚我是针经砸到官员里面，脉当场就变了，就那么快啊。哦、那心脏病有要发的前兆，所以我想，如果是陪审团，太太不会被判了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心脏病刚开始就不好，有一段时间，这个失眠，哦、因为心主心藏神，哦、那神呢不守。那就失眠了，啊，那这个心管上焦嘛，上焦，所以手的循环，那手指头间会常常会麻。那心跟小肠是表里，所以心脏和小心脏蹦动蹦动跳的速度跟小肠蠕动的速度是相等的。那你心脏有问题的，小肠蠕动速度就有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大便就不规则啦，有时候常常下痢，有时候是便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心脏是移热于小肠，所以心和小肠是表里。那现在心脏有问题的，热不够了，小肠热也跟着下降，因为小肠本身是不热的嘛，它是接受心脏的热，所以小肠才是火脏。那心脏的力量不够了，火下面火也少了，脚就是冰冷的。那这些都是显现出来要发心脏病的。那太太跑出来穿个那个丁字裤，只是导火线而已嘛，啊，只是个导火线。好，这个事情美国闹得很大。大家的争议说这个女的到底有没有罪？哦，这怎么判？你看哈、哦，这怎么判？所以我很讨厌我们在常常要陪审 jury duty， 你是公民，你常常要这个。好、哦，我每次都想说，我就用那个台湾英文写一封信给他。我英文不好，会密章的是好，你不要找我去，因为很难断哈、哦，很难断。我也不想介入这种东西。好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个怎么断呢？好、哦，哪有蓄意谋杀？好、哦，所以你们有时候注意哈、哦，台湾可能发生不会，在美国可能就会，所以你要小心点。好、哦，有女孩子要小心点，然后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啊，这是心脏。那乳痈，啊、哦，乳癌，我们叫做中医叫做乳炎。如果说，看哈，哎，你不要看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有的女的很多是一大一小，不见得两边是同等大。哦，有的她像很大，那可能是两边都一样，也有，但是绝大多数一大一小的哈、哦。那初期的硬块在这边，或者在这边，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有硬块，有这个硬块在这边，太太就你跟这个太太不要紧张，好，你越慌越紧张越忧，她的硬块越硬，因为。这个奶中医的观念里面就是奶水啊、哦、就等于月经啊、哦、这两个根本是相等的啊、哦、那既然奶水是月经，那奶水又来自肺，因为肺是白色的嘛，肺把奶水白是肺白的营养，肺的白营养交给胸部乳房的，好、哦、然后再消导下去，那这个是心脏在逼肺给他，肺就给了，好、哦、那到了这边堵到以后，堵在乳糜管里面一个硬块，好、哦、刚开始很硬了啊、哦，那原因呢？可能是在中医过去下了很多定义，很好玩。包括有的妇女呢，在喂母乳的时候哈、哦，就小孩子睡着了，睡着了嘴巴还在，奶头还含着啊，好、哦，那就吹热气出来，太热了。诸如此类的讲法很多，那信与不信倒无所谓，最主要你要知道后面如何去处理它，而且你要知道成因就是奶水没有完全下去。啊、哦，至于说小 baby 的口对着它或怎么样子，什么热度，我很难肯定的哈、哦，这我们不用去管它。那在天硬的地方，我们用灸。初期的时候，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灸，因为奶是水嘛，我一直在跟你是水，有没有？是水，你灸就去找水，这个热力一下去消导开来，就五脏以后就开始软了。你如果当天晚上给他灸个九脏，第二天早上摸就没了。好，那如果你们现在学会了，然后很讨厌就是你们没有结婚。哦，你那个很累，那个太太先生可以帮太太检查，所以你们以后学了以后多结婚嘛，生小孩。那，哦，那希望你们告诉所有的周围同事，男的去告诉男的教他太太，女的回去告诉他你们自己好朋友，任何的硬块出现，赶快用灸的，直接隔江灸在哪里就灸哪里，就结束了。你如果一开始就一小个摸到一个硬块，你管它是良性恶性，就在上面灸。
我到现在没有听过一个女的说这边隔江就死掉了，没有这种，没有那对吧？就个八个 so what？ 好，你想就知道我们这边都开业医生很多，可能吗？你如果在那边就把它揪死掉，我也佩服你，我就拜你为师。那么简单一个动作，隔了生姜也不要烧起水泡，对不对？温热的是拿掉，里面还有一点艾绒在里面就拿掉，不要舍不得，大概硬给它烫个水泡，对吧？本来是 A 就变成 B， 另外一个这个赛时是水泡，这都不好，这揪太过了嘛，不能太过好。所以说你只要还温热就拿掉，还有一点艾绒没烧掉，不要一定要等到，老师我要省一点，艾很便宜啊，对吧？你要省一点，那一点点就皮肤烧坏掉，不好。但胸乳房是女人的美的地方，但你把它烧个大水泡在这边，哦，不好。所以你跟他揪个五脏七脏九脏都没有关系，从来没有害到任何，都不会害到任何人。你问谁都想不出来他有副作用，不可能的。如果有人认为说这样会副作用，那个人根本就找中医的麻烦。打名字告诉我，我要贴出去，贴出去让全世界看看，那笨蛋是谁，揪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硬块越来越大，等到你手上的时候，哇，好大一个，已经红肿了。好，红肿。这个时候我们下针，第一个消，我们用导引散针者，导引。你看这个导引术，针呢下肩颈，肩颈是我们上身上焦很大的一个穴道，等于上面的天窗一样。肩像颈一样通到底下，这个颈一路通到底下去最底层的地方，所以你下了肩颈，这个气整个打下来，包括了胸腔里面的淤血，包括了乳房的硬块奶水都可以冲下来。但是你光下肩颈一定要下，不下足三里的话人会闷，好，所以一定要下，抱歉，足三里。所以肩颈跟足三里两个根本就你就把它当成双胞胎好不好？双胞胎，形影不离，秤不离砣，砣不离秤。那左砸了右边的肩颈，要砸左边的足三里；砸了左边的肩颈，要砸右边的足三里。这个要把气往下导，这个导引。这个针下去速度快到这样子哈，你先还没有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按照经来取穴，光是针那个肩颈，你叫太太摸了这个硬块，病人呢手摸了这个硬块，你针肩颈下去足三里，哎，软掉，就那么快。我的表演给我心里知道，因为我在一再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个中医师，一定要心里一定要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所以我敢叫病人，你摸那脉，你看那个先生的脉是这样子的，你是这样的话，我针下去的脉就变了，因为我知道会怎么样。好，乳房硬块也是一样，摸到一下去，他就脉马上就松，那个硬块马上就松动。好，当然你要下到肩颈啊。对不对？你那边砸了肩沟，我没有肩沟，你砸错了，好，这砸了足三里，砸了足二里，啊，没有砸到穴道，我一定要让你们找得到穴道，好，待会我们示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画起来给你看，画圈圈，你再找不到没办法，好，我让你找肩颈、足三里，找这些穴道，好像找肚脐一样，哦，很快就可以找到，肚脐现在找不到，你没办法了，我也没办法教你了，你可以赶快走了哈，要不我们读书会你也不要参加了，好，好，你就那下去。砸了肩颈足三里以后，这个时候这是统治乳房的，管它在哪里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按照循经，顺着它的经络来取穴。好，现在就要考验你们的那个针灸的经络学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师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在乳房的下方，或者长到这边，长到乳房的后面，胃经嘛，对不对？那乳房的下方肝经，所以我们一定选胃经上肝经上面的找穴道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在内侧，啊，老师，这硬块长到这边，肾经嘛，对不对？那看到长到这个后面，到底是心包经、心经还是脾经，对不对？再决定一下它的子穴或者是母穴或者是溪穴。那老师，这虚实很不好辨证，一律下原穴、络穴，对不对？啊，原穴、络穴找不到。本穴也可以，反正你就找不到理由，一定有东西取代，哦，那你说老师有实有东西在里面，那你找到那个本穴上面泻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这个白虎摇头，对不对？赤凤饮水都是泻，那饮水法好，擦涕法泻的方法很多，透天凉都在泻，哦，有硬块有东西在里面，我们采泻法，
哦，这就反过来，同样的动作反过来，这个太太呢要喂小孩没有奶水，喂小孩没有奶水的时候，我们针灸可以让他奶水来，奶水来，但是你一定要抢他的脾胃，因为奶水有尽头嘛，有一个不是无限的出来，你扎了针他不要吃饭，他奶水一直出来，没有这种事啊，哦，一定是有要吃食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抢他的脾胃，让他太太胃口，这个那个妈妈呢，那奶妈呢有胃口好，然后止痛下去，他才有奶水出来，所以针灸只是辅助他，而不是下次以后奶水就来，不会这样子的。啊、哦，我们没有说针灸下去等于吃一碗饭，没有这种，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穴道，不，你想就知道不合理嘛，哈、哦。针灸很好，但是没有针灸到那种阶段。那扎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在天阴上灸，尤其凹陷的时候，凸起来的都好治，凹下去的最不好治。凹下去如炎症已经开始发炎了，凹下去。凹下去可不可以灸？还是可以灸。好、哦，那个整个凹下去，那凹下去以后有还没有化脓的时候，还是可以灸。化脓呢，你可不可以灸？还是可以灸，没有关系。好、哦，就我们用大片的生姜或者上下灸。好、哦，伤口如果很大是上下灸。那医书上是死定了。好、哦，就拖时间，但十几年以后死。那西医是10年嘛？那我们不治是10几年，那治了可能20几年。啊、哦，那给西医治就更短，10年，不治我们以14年、15年做中间，没有治疗14年，不要动它。那西医治是10年，中医可能20年、25年，超过它就赢了嘛。所以你不能说医书上说不能治，他10几年、15年、14年、15年就死掉，那我们就等他死。我不能这样做，当医生不能这样做，我想尽办法去帮助他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针灸在治症。那进取穴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扎乳根呐、啊，扎。他的那个阴窗乳根有乳中炎乳根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乳中穴不要下，好、啊，上面的阴窗下面的乳根通通可以下针，好、啊，这是我们乳炎的针灸，乳炎针灸效果真的很好，好、啊，你们可以试用针灸。那如果说他的硬块找到淋巴，找到后面这边来集权，你就按照经络来找嘛，啊，心包经就心包经，心经就下心经，好、啊，那西方医学是不管是一路把这肿块取到腋下去，整个淋巴拿掉。那淋巴拿掉会不会好？会好，还是再来的，照样来的。好，那如果你用针灸自然的消导的方式，中医认为人是圆的，好，有进口也有循环，也是循环，好，是圆的。你如果把乳房切掉，切了以后，你知道有多少的疤，多少的。那个腺体被斩断掉，就不是圆的了，也变半圆的，很多东西这样走到这边就没有出口了，在这些地方都是再继续累积的地方。好，不会说因为你乳房没有了，奶水就没有了，你错了，奶水照样来，照样来。好，那很多妇女更年期以后呢，没有月经了，哇，那个 cup 从 B cup 变成 D cup F cup。好、哦，马上就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月经，不见得奶水不来，奶水照样来。好、哦，为什么这样？便秘。好、哦，所以没有月经，我们赶快冲他大便，拿奶水下去。好、哦，所以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呢，一定要有良好的大便，一天2、3次都没有关系。好、哦，那如果潮热，哦，那个 hot flash 很难过啊，或情绪不好啊，先生，我太太还没有更年期啊。那我已经逃走了，对吧？那你坐在那边干嘛？这个没事就一个炸弹丢过来，对，拖鞋丢过来。所以说，那燥热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们还没讲到这个用药。那躺靠中间的很简单，靠左边睡吧。然后你靠左边睡的时候，气在上面，血在下面，这个气是凉的嘛，那么保持它就不会那么燥热。晚上 half flash 一觉到天亮就可以。你如果睡正面或睡右边更热，好，睡左边潮热的现象就不会有，晚上就不会有。好，那你白天要上班，你不能说躺在右边去一路抬着去上班，也没有办法，还是会燥热，但是热都一阵一阵的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强大的心脏一样都是强大的心脏，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经络来取穴了以后，这是正治法，就是专门治疗乳癌，但是根治法还要去它强大的心脏。那你老师你怎么知道他心脏功能恢复？这个同样的病不会再犯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四个症状反过来了，每天有正常的大便。一觉到天亮，手脚都不麻了，不冰冷了。
心脏就恢复正常。心脏一恢复正常，根就去掉，断根了。断根以后，根没有了，即使还有一些硬块在这边，他在睡觉。这个要睡在那边的时候，可能70年、100年都不会困扰你。那你得到乳癌的时候，已经40岁、50岁了，那后面要70年是120岁，你要活多久？所以说，我们人呢都会有病，不要小题大做，不要去叫醒他。那我们常常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，治疗肝癌，治疗什么癌，他后面肿瘤还有，这治疗黄疸都没了，但是你在 X 光下可能你还看到一些结痂的组织、结疤怎么样？不要去动它，一些死掉的癌细胞，不要去照 X 光、照超音波，会刺激它，它就起来。哦。